美国亚太裔想在好莱坞有出头天，现在机会更多，因为知名影视频道 HBO 最近特别宣布举办亚太裔愿景达人短片大赛，让入围的三部最佳电影不只能赢得奖金，还有机会在 HBO 频道跟洛杉矶亚太电影节上独家播映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度的甄选主题是家庭的家，范围包括了探讨团队精神、身份认同，还有少数族裔的文化，除了要让外界看到亚太裔的电影实力，也希望展现出美国亚太裔的多元文化。甄选截止日到11月1号为止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。